我叫阿丽娜，哈萨克族，生长在美丽的阿勒泰。这里是我家乡最大也是商品最齐全的商场，我经常会在这里购物休闲。这里有服装、儿童乐园、电影院，应有尽有。最近听说 H&M 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发表了一些言论，污蔑新疆少数民族遭受强迫劳动的谣言，我听到后觉得非常的可笑。看儿童乐园，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，孩子们在这里愉快地玩耍，是多么的幸福呀。这里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热爱这里的所有，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幸福，所以 H&M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